包酒，金马金马包酒，我妹有车子，因为我像我妹她有去参加那个妈妈母，因为她有自己念的，嗯，妈妈母的，哎，姐姐自己和假自己做的，对啊。他说最前面的位置，哦，尊雅哈，大概才对啊，六差不多，好像姐姐尊雅，4-5千块，妈妈们，他小也算有名气，好像没有在台湾这么好。那你们不是也喜欢？你不是也喜欢？我觉得妈妈我还蛮喜欢的，我很喜欢黄梅。嗯，因为大家都要买。对啊，你像他最新那个什么东西 ，IVE 啊，进来嘛，你去。嗯，是无几啊，看时间过。厂人是都五个桌，他说我比较吧。他很努力，他很努力啊。可是我，但是你不觉得你感觉上台还好？对啊，哦，很近，可是我不知道影片还在不在。什么吃木头？嗯。拿起来地洋。这是蓝色圈跟黄色一币，一币长臂猿，哎，长臂猿它真有的那个花要去求偶哎，哈哈哈，玫瑰花哎，那个我看一下，要去求偶了，不要演什么，不要讲讲，不是黄色，白毛猩猩是白毛猩猩。白毛一定是关羽，我知道他是一家之主的。我觉得应该看到里面的白色。哎呦，林国又找到一张纸哦。小林狗，小林狗的新代表。哎，找没找错？金刚，金刚。哎，到你们猜到了纸。纸嘞，左哎，嗯。这个好可爱哦。哎，不能乱吃，那就当买。高光点在那。你看我第一次去追他下班的时候，哦，我是一只小狗狗哎，加两斤，我送他，你看看，他去那一天就很急着，然后大家就要上台，还是你要介绍他一下？我保证了。你唔可以个怕啊？嗯，会啊。嗯，那都怕了。你会吗？不会啊，对的。不会。那你都看懂？这我们是吗？你是小只的哎，啊，好可爱哦！你在玩耍，好像小孩哦，你在玩耍，你在玩耍。那个是妈妈，我怕把它推下去。真的很可爱，这真的很像小孩一样。嗯